儿子，婚礼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基本上都差不多了，再彩排一下就行。快吃饭吧。你知道吗？小明还小的时候真的很淘气。时间过得真快。他现在也很淘气呀。把这些带上吧，万一路上吃。不用了，我们吃的很饱了。万一路上吃呢？我拿着吧。再见。你笑什么？你是吃瓜子卡到过嗓子吗？哎，不是，谁告诉你的呀？小静，请你好好照顾他。